刚刚从以色列驻华使馆，还不是以色列驻华使馆，以色列外交部啊 ，Israel Foreign Ministry 啊，以色列的外交部得到的消息啊，在这次哈马斯恐怖组织发动的这个突然袭击当中，以色列的军人啊，这个 soldier 啊，这个阿美啊，还有平民啊 ，citizen people， 这个老幼妇孺啊，从老人 old man 啊，到这个 young man 年轻人啊，到这个 children 到孩子啊，一共已经死亡了 more than 超过啊 1, 2, 3, 4, 5, 6, 7百是 hundred 还是 thousand hundred 吧 ，hundred 或者 thousand 啊。The billion 啊，哈哈，很多词儿我都搞不好，哎呀，搞混啊。然后好像已经超过700人遇难，700人啊。这应该是现代以色列国家啊。这个 modern Israel， national nation 或者 nationality 是国籍吧啊。这个。或者是现代的犹太民族 Jews，Israel 啊，最惨痛的一天啊，这个损失最惨痛的一天。我们这儿啊，西班牙，你看同样是地中海，他们那边是东岸啊，那边老打仗，那边不管是近东啊、中东啊、巴尔干呀，你看这什么博斯普鲁斯海峡呀、达达尼尔海峡呀、马尔马拉海呀、啊安纳托利亚高原呀、小亚细亚呀、苏莱曼尼亚呀、摩苏尔啊、基尔库克呀、巴士拉呀、卡尔米拉呀，是吧？巴格达呀、库姆啊。美索不达米亚呀，是吧？古代的亚述帝国呀，巴比伦帝国呀，什么阿契美尼德王朝啊，是吧？大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是吧？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帝国，反正那边就是乱啊，不断的打仗，是吧？这个巴尔干就是突厥语啊，就是丘陵啊，就像兴安岭、外兴安、内兴安。啊，大兴安、小兴安，兴安是满语的丘陵，啊，这地方都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政治势力啊，在这角逐的地方。西班牙是地球上唯一的把这个绿教和红教，把伊斯兰教给赶走了，又把共产党赶走的国家啊。西班牙一般来说，伊斯兰教到了哪儿，不太容易把它清除出去。是吧？你看到了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到阿尔巴尼亚、到科索沃，甚至到保加利亚的那个波马克人、波马基亚人，是吧？但是我们这儿就给他们轰走了啊！1930年代，弗朗哥将军。右翼啊和这个左派是吧，弗朗哥在这个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支持下是吧，左派啊，你看什么马克吐温，不是马克吐温吧，海明威是吧，这个谁，白求恩，中国也派人来了对吧，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派人来了，打不过我们啊对吧，打不过右派啊对吧，左派都是瞎胡闹，都是法西斯，都是歇斯底里，都想着不劳而获，都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是吧？
地中海的东岸，你包括欧洲的东南欧也不行，也乱，是吧？还是我们这个西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葡萄牙最安全了。我们是北约，又是欧盟，双重保护。